来给你们玩一个绑着也能完成的魔术啊，一副红色的牌，一副蓝色的牌，来，帅哥把这副红色的牌拿起来，美女把这副蓝色的牌拿起来，好，用你们认为最乱的洗牌方式把他们洗乱，洗好了把它放到原位，洗好了吗？好，这位帅哥从里面找一张你喜欢的牌出来，好了吗？嗯，好，放到那里，放到前面。好，这位帅哥随便说一个数字，36，把牌拿在手上，往下一张一张数，36，数到36的时候停。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，打开第36张，看一下跟这张是不是一样的。我靠！